播呢？喂，玩嘢啊？讲明噶嘛，中间架打三折，三折又三折，三折又三折，而家真系讲咗唔算数啦！你咬我做嘢啊？我系合同嘅甲方啊！我都未见过啲咁嚣屎嘅人嘅。咁你今日见到啦，我话俾你听，出嚟行，坐就要认，打就要企定，否则东泰三支门身唔会俾你出到呢个门口。三千门生呢度卅个人都塞唔落啊！你吓我啊！而家我造成三千，我个名咧就叫门生，而家份合同喺度，签唔签你自己睇咯。你系咩啊？你啊，即系个中间商嚟嘅啫，搵啲烂菜烂葱嚟敷衍我咁话咯。我不是为了做生意，喂鸡啊，鸡都不吃啊！我做了三年月方，就是要等这个机会，争一口气要做甲方，因为我要证明我失去了的一定要拿回。笑，有气啦你！啊，收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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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喂。剛才那個鏡頭來拍什麼你知不知道？不要說我們不知道，估計那個導演都不知道自己拍什麼。拍的才有飯吃的。這一餐呢當慶祝，我們做回自己回歸吃飯。大家好，我是黄一山。从事这个行业呢，只是我做了三年编剧，32年的演员，也拍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趁我现在呢样子还过得去的时候呢，我就拍多一些好的作品给大家看。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退休的准备了嘛，所以现在我每一天我就在计划我怎么会回归我自己的人生，做回我自己。差点忘了，喂，小路姐，今晚过来吃饭你记不记得？你唔记得咗？哇，系你我同你讲笑噶，真系噶，难得啦，我特登帮你去买菜啊！哇，你要又要食鲍鱼啊？咁咋？咁咩啊？得我哋两三个人嘅啫喎！我买几个菜俾你，肯定够你食。OK， 好啦，咁我而家去街市买餸啦，记得喎！啊，你仲未去到老人痴呆喎？好啦，拜拜。师傅，哎呀，喂，山哥，我上咗车啦，大概10-20分钟到，吓，啱啱喺北京录完节目，特登带只北京填鸭俾你叹嘢，阵见。师傅，我告诉你啊。广州很多好吃的。是的，我来这几天已经
体会到了。是吗？吃了啥？做不出来。皇上煮饭吃过吗？牛花煮饭呢？你知道云吞的灵魂在哪里吗？知道吗？石榴姐呢，跟我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们从逃学威龙的时候呢已经认识了。尤其是呢，他刚到广东的顺德那边住，家人还在香港，所以我就希望他到我家里边吃一顿家宴，有一种家的感觉。老板啊，今日啲鲍鱼新唔新鲜啊？新鲜好靓啊！我拣到啲几只大只嘅俾你噶啦。听下有几重先，食你哦，唔该。一二三，轻微啲咧，好意头。好啊好啊，我叫拖埋喎。啊，帮我拖埋拖埋拖埋，啊。帮你戒埋花啦吓。好啊，但我惊今晚唔知几多点先煮喎。我俾少啲冰俾你啦。好啊，即系广东啲服务咧就几到位嘅。到唔到位啊？又到喉又到肺又到胃。广州仲是个很热情的城市。老闆有冇靚嘅豬肉？有有有。好，唔使用火燒一燒啲毛噶啦嘛。可以。然後幫我切好曬啦，咁我一翻去整就整到啦。所以你看，在廣州買菜的那些小販，他們都是很熱情的。好啊，拖埋，打埋輪啦，嗰啲咁嘅嘢啦。咁啲內臟咧，你會唔會幫我整埋啲內臟啊？可以噶，冇問題嘅。要有葱啊、薑絲啊嗰啲咯。好我哋搞到佢先。啊，得啦喎，哦 ，OK， 你去做任何的事情咧，都会更加方便。生意兴隆啊！唔该晒，唔该晒。杨军，哎，我回来啦。哦，我买了很多菜。哇，又有鲍鱼，又有鱼，又有肉，又有菜。好，弄得好吃一点啊！放心啦，石榴姐要求很高的。一定的，你弄得不好，他会骂你的。哦，哇，他骂你，我都帮不了你啊。好了， okay， 好了，谢谢你啊。点啊！啊，来，哎，有手信，啲出名嘅烤鸭。OK， 啊，我哋咧安全、卫生、哦，干净，咁屙过噶。哎呀，你冇办法啦，我哋我而家留到我妹夫家里边住。边个煮紧饭啊？清清爽爽。嗱，我妹夫。喂啊，妹夫。嗨，石榴姐。哇，他来参观一下。喂。一般嘛，长得那么瘦的，都煮东西都不好吃的。我告诉你，你煮得不好的话，你看我啊，煮得不好，你把刀收起来。我怕你煮得不好，他拿刀。煮得不好的话，你就完蛋了。是啊，死定了。OK， 我第一次处男下海买餸，即系你未处未买餸嘅。我呢啲，你有冇睇过《九品芝麻官》啊？你皇帝，你见过皇帝去买餸咩？系啦，太监买噶嘛。你啦，啱啱喺北京聽聞你，哇！漏夜飛過嚟喎，係啦，有做下嘢嘛，做下嘢，我哋一定要做嘢，係唔做嘢我哋就退化退化。喂，你真係未去過街市買餸嘅，一次未去過。我細個嗰陣時陪我阿媽，係咁我大個咗啦，我老婆走，有陣時間唔中，但係我去到咗都係，唉、哎、喂，你快啲買完我走啦。哦，你唔中意街市嘅，我。我係好怕周圍走嚟走，我又唔會去行街嘅。即係你好靜噶。係啊。嚇？我要行街真係噶。我真係唔知喎，咁我就以為你會教你老婆煲下湯啊、炒下餸啊，原來你唔係嘅。我同我老婆結婚嗰日開始，我話老婆，我哋喺香港住啊嘛，咁我話你我哋你唔使學煮飯嘅，我哋翻屋企係阿媽煮埋俾我食。你個衰仔！咁阿媽橫掂都要煮飯，就煮多一個餸咁啊，多雙筷咁，好簡單。但係喺幾年前，我老婆咧就自己學煮飯啦。嗯，因為咧我大仔身體問題啦，
即係有啲嘢咧，佢就覺得要整啲營養餐，於是咧就去學一下啲營養嘅嘢。咁即係你老婆就特登去學一下啲為咗個仔。係啦，即係我哋一家咧，而家個核心咧就係阿仔大仔。會唔會個核心擺曬喺個大仔嗰度咧？個細仔會嬲。個細仔係咧，有時有。唔會，但係細仔我哋都有擺心思嘅，會提供好多讀書嘅嘢啦、就學嘅嘢啦，即係將來去邊度再升學啦。嗱，你好犀利嘅喎，我從來冇見過你同我講呢啲嘢，你係會喊嘅喎，你都係你仲喺度心裏面。我哋做喜劇演員嘅特點就係話帶俾大家歡樂，我唔想令到啲人一睇黃一山咧就諗起第一諗起星爺啦，第二又諗起我家庭啦，我個仔啦。咁冇嘢㗎，我覺得好正面㗎你，我覺得你好正面㗎喎。係咯，所以咪要令到大家睇啊，黃一山係一個帶俾大家開心嘅。咁你有血有肉㗎嘛？係，咁我哋係一個訓練有素嘅演員。你唔使咁樣㗎。仲有我有一個天性咧，我係好樂觀嘅。我睇任何嘢好樂觀，因為人生已經咁悲啦，係咪？但是在觀眾面前呢，我不會的，很強，很強。你講講你自己笑的喎，我真的，我係啦，但我不會覺得舒服喎，聽完之後，我覺得係啊，所以我咪盡量不講呢啲。唔係啊，我唔係盡量講呢啲，呢啲嘢俾朋友唔係咁樣噶嘛。但你幫唔到啊嘛，幫唔到，唔好令到啲朋友。我對三哥是他的小孩啊，他的事情我是比較了解的比較多的。所以其实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完全不愿意麻烦朋友，也不愿意把他的痛苦带给别人，更何况他二十多年了都这样过，所以其实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我觉得他有非常大的负担。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对大儿子，我把他生出来，但是没有给他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第二个遗憾呢，就是当他小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还能走动啊，周围跑来跑去，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的低谷，我的经济能力不太强，我没有带他去周围看那个世界。等到我有那个经济能力的时候呢，他已经要坐轮椅了，等于很多地方呢他已经不能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很无奈。不过我还觉得我的儿子啊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跟我老婆跟我的小儿子对我的大儿子呢都是很好很好的，上天给了一点遗憾我们，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要求太高，你要求不高，你就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会比较大了。红烧肉，口水流系咪？啊，坐啦，梅夫，开心加热啊，唔该晒啊，辛苦晒，唔使，系啦，点啊？边个你拿手送啊？
嗱，知道你咧中意食鮑魚，我試下先。好，試下先。哇！硬過我心腸。唔係好硬喎，唔係好，唔係好硬，係幾硬啊！做人最緊要好牙力嘅，知唔知？鍛鍊下。你試唔試下呢啲叉燒？我吃了很多個叉燒，想話俾你聽。哦，油雞咧？油雞啊！好啦好啦，樣樣都要，斬大嚿叉燒。嘿，講燒味啊！我想講，你真係一講燒味我就激動啦。係激動。燒味我哋食得最多喺邊度咧？嗯，唔係自己屋企家菜。哦，係喺電視台，因為你知道嗰拍戲，你阿伯你會餓噶嘛？嗯，咁你就好期待嗰個飯嚟嘅，頭飯嚟到咧。咁大家有好多手啊，睇下邊頭有雞先。係啦，係啦，係啦，最好係有兩種嘅，係唔好淨係雞嘅啊，有雞加燒鵝嘅，咁啊最快俾人搶走噶啦。係雙拼飯。係啊，係。呢盒飯對嚟講有咩意義咧？就代表咗第一有公開啦。嗯。啊，你屋企你唔會自己買盒燒味飯翻屋企食㗎？唔係啊，爭哥。你都有㗎。我後屘離開 TVB 之後咧。我因為太掛住盒燒臘飯啦，我就買盒燒臘飯喺屋企自己攤嘅，就懷緬翻嗰陣時工作。因為大家嘅感情啊，嚇工作嘅環境啊，同埋嗰盒飯嗰個好感恩嗰盒飯嘅其實。嗯嗯，哎，開定湯吧。啊，呢個湯你飲啊！細路仔，我一路有個好大嘅疑問嘅，我同親你去食飯咧就叫好多菜嘅。嗯。都好多噶，但你食極都唔肥，點解你咁食得嘅咧？第一，我係一個好中意食嘢嘅人嚟嘅。第二咧，我咧就好養生嘅。嗯，我成日睇醫生嘅。哦，咁我中醫就一把脈，哇！喺你啲腸唔夠血，我急切咁即係點啊？所以你吸收唔到，你食極都唔會肥。哦，我同醫生講，你唔使醫我啦。嗯，即係呢啲。天賦異品，骨骼精奇。冇錯，你同我答過，拍戲拍得多唔多？多，好多。我有冇講過俾你聽？佢聞樹嘅故仔啊，聞棵樹啊。嗯，講過。係咪啊？講過。嗰場戲咧就講我要好惡咁鬧佢嘅。嗯。咁啊，導演咧就見到兩個喜劇演員喺度，就覺得唔好嘥。嗯。喂，不如咁啦，你兩個搞搞喜劇啦咁。嗯。咁啊，佢就問導演咁你想點啊？導演，導演又突然間出聲：，哎呀，導演，我又諗到答過。你一鬧佢呢個負心漢嘅時候咧，答過你咁樣，哇咁樣，伸曬伸條脷出嚟。跟住我就唔出聲啦，一句叫答過做啊嘛，又唔係叫我做。跟住我就睇下答過做咩啦。答過沉思一下，好啊導演，我問一問棵樹先啊。喂，呢棵樹你覺得點啊？哦，阿導演啊，棵樹話覺得唔掂喎。導演話：哦，咁好好好啊！明啊明啊，咁你照做啦。嗯，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咧，處理每一件事啊，個智慧好緊要，同埋好識尊重導演嘅。好尊係啦，係啦，係啊！喺所有現場裏邊就係導演最大嘅。係啦，係啦。但係咧，唯有有一個喺現場咧，唔係導演最大喎，係演員最大。啊，星爺就係星爺啦。所以星爺後屘就轉型做導演啦。其實啦，我覺得外界對星爺嗰種咁嘅瞭解咧。我一路覺得是誤會嚟嘅，係啦，即係我是佩服佢嘅。啲人話他很霸道啊，一定要按佢嘅方法演啊。我自己因為我拍過很多句戲啊，佢首先冇同你講咩嘅，佢叫你演，係啦，係啊，你演一次俾我睇，係啦。佢咁做咧就係睇下你嘅演技係點，跟住佢就回應翻你嘅演技，做出佢自己嘅演技係點。其實佢有兩個目的㗎，睇下你做得好唔好。哦，你做成咁，咁我就知道我點樣嚟到回應翻你個戲啦。演一次唔得，演兩次；演兩次唔得，演三次。嗱，第四次嘅話，我教翻你得唔得啊？咁樣係佢係咁樣樣嘅。係啦，佢教過我演嗰段，大家咧見過嗰一段最經典就係話，就係、是、我風華絕代嘅石榴姐。哇！呢年你阿媽中意啊，實在太刺激啦嗰段戲。哦，其實我係做得唔好嘅。你今日喺睇到嘅得五十分嘅啫。喺當時嘅情形咧，係我做咗好多次都做唔到。星爺咧，佢就睇到之後咧，佢話不如咁啦，你試下咁樣演啦。他演一次俾我睇，哇！我喺隔離咧，真係拍案叫絕。輪到我做咧，我話俾你聽，吸唔翻出嚟。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星爺嘅誤解好深嘅，好深，即係話佢又不近人情啊，又唔同人傾偈啊。
喂，點傾啫？喺現場嗰度，我去到現場，劇本一出咗嚟，一有問題，佢就唔拍住噶啦。佢一定係入去揾個地方同編劇啊、導演啊坐低開會。我哋試過最長，大概坐四個鐘頭。所以你諗下，我覺得佢對於電影嘅貢獻都係好大嘅。係啊，係啊，係啊，真係但頭髮白曬，大佬。係啊，我同佢同年嘅。你睇我哋黑黑掹掹噶。我有染到嘅。有染都冇咁白啦，係嘛？你諗下佢用咗幾多努力去拍戲咧？所以我覺得大家對佢唔好再有誤解，同埋多啲支持。係啦，呢個係細路仔咧好中意。可以食肥嘅。我肥噶。我試下先。係啦，你試下紅燒肉。哇！真係。嗱，我吞咗先。真的又甜又苦啊！又甜又苦，就人生一样。我原本咧就谂住食翻啲妈妈的味道。结果咧，美肤嘅味道。红烧肉咧，对我咧佢嚟讲咧，好重要。我咪同阿生我哋倾过，其实系，哎呀，一讲我唔讲得呢啲。我明白。你冇我嗰個釋懷呢種感覺，係啦，浸佢喺心中啦，喺心中啦，每次過時過節咧，係好開心嘅，係，全部屋企人咧都係翻屋企食飯嘅。你講你嘅仔係你嘅核心咧，我媽媽咧係我哋核心嚟嘅，所以每一次過節咧，紅燒肉咧就係永遠都有嘅餸嚟嘅。因為我媽媽走得好突然啦。咁我都好後悔，真係翻屋企食飯嘅時間，唔係用咗好多。所以，我後屘就真係喺度諗緊，哎呀，如果我多啲翻屋企食飯就好啦。如果我學識做媽媽做嘅菜，就好啦。我起碼有嗰啲嘢記得嘅，味道也好，咩都好。所以你就會覺得哇，嗰餐飯你好細個食嘅，到你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後，你都會記得嗰種味道。所以屋企嘅飯題好緊要。係咯。所以我成日都同好多好多後生仔、好多人講，我話其實多啲翻屋企食飯啦。多啲陪屋企人啦。你日日如是翻屋企，你阿媽煮飯俾你食。你咪日日翻屋企，你都食到呢餐飯先。唔一定嘅。係啊。所以其實。我好驚，好驚見到紅燒肉呢條。我媽媽去世的時候，我只有一天回香港，因為我在拍戲。當時我覺得我不能影響別人，然後我也沒有表現過我很不開心啊，我很需要你們的照顧啊。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為別人着想的人來的，所以為什麼《封神榜》大家說啊，你演得真的。非常好啊！我就没有用过一滴眼药水，因为那个时候你真正实施你妈妈在医院，你每拍一条片的时候，你那个眼泪就叭叭叭都出来了。我坐低三年，你六个月啦，你冇欠我，呢啲骨系我嘅，呢啲肉都系我嘅吓，我呢一世啊，就系你阿娘啊衰仔。演出開始之前，我哋會有一啲演員都會上嚟嘅。即係有冇人覺得我似黃子華？有冇人覺得我講嘢有口音？有。我覺得唔係廣州人。外賣放呢度得㗎啦。哦，收入唔好意思，我睇錯咗。快帶放呢度啊！大家都聽得出，就係我嘅粵語唔係好標準啦。你哋接受唔到都冇辦法㗎啦，真係。我哋頭先嗰啲咧，就算我哋係新生代嘅一啲
喜劇素人啦。咁同時咧，今日跟住落嚟就係我哋重頭戲啦，金牌老喜劇人。我哋跟住嚟有請我哋粵劇大老師同埋黃一山老師。其實我哋今日嚟只係想話俾你聽，乜嘢係最正宗嘅白話。因為兩位老師咧，都係其實近排仲有冇咩新戲拍緊咧？而家唔係拍緊咩喺度？今日啊，選美啊嚟呢度嗱，哇！你睇我哋幾多靚女喺度，係咪咁講啊？唔係，喂，其實我今日咧第一次睇棟篤笑嘅，係。我發現原來棟篤笑，棟篤笑啊，係好多嘢都源自於生活嘅，所以好多時咧，我都要糾正啊大家。我係唔接受話你睇我戲長大，因為我覺得我同你啲皮膚比起上嚟都差唔多啫。即係，其實我好冒昧咁問下兩位老師，即係如果太過冒昧啲人唔好問啊，我驚出唔到街㗎。咁你兩位覺得我有冇咁嘅潛質可以入娛樂圈咧？梗係冇啦。你入到嘅話？是不是咁我哋兩個算老幾啊？係咯，係咯，係咯。佢生到咁嘅樣子，都入得娛樂圈。係咯。咁我哋走啦，我哋退休啦。天生為做人要有底線，入娛樂圈都有底線嘅。係啊。如果咁都入到娛樂圈，娛樂圈仲會有底線嘅？仲會有娛樂圈咩？冇錯啦。即係兩位老師咧，都係畢竟你哋都知，自從星爺之後就冇乜嘢記得住佢角色啦。你講星爺啊？唔係佢講，哇！佢講咗星爺，自從星爺之後咧，都冇咩人記得住佢嘅角色，即係星爺嘅角色。哇！喺14億裏面有呢啲嘢，我哋唔敢講嘅。哇！真係大言不慚啊！你猛話自己係王子華，我同佢好熟噶，好唔好？我三番四次想衝上嚟打你，佢掹住我噶咋，知唔知啊？唔好意思啊！真係聽見都嬲啊！啊，係走啊，回水啊！回水，多謝我哋演技得啦，先到黃一山先。謝謝好。即係兩位老師咧，我哋不如同觀眾喺依度合影翻張，咁感覺如何咧？哦 ，OK。你問下人哋肯想唔想合先啊？作為一個娛樂圈的人，是娛樂大家，不是勉強大家的。下次有禮貌啲，請問各位粉絲們想唔想合影呢？想的大家嚟台上一齊影好唔好啊？哎呀，真係多謝曬啦！呢啲先叫迷人啊嘛！丹姐，你講漏咗，係咪好想影啊？呢度有個收款二維碼。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一張照片成為10元。山哥，剛才他們進來的時候門票給了okay。 門票他收了，沒有給我們，他要給我們的、okay。 所以呢其實你不用跟他們收了 okay。 你問那麼多人收很難收，你問一個人嘛 okay。 是不是你對付一個人好過對付那麼多的人嘛，沒錯，所以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Coco 说不单止台上的表演者在表演，台下的也跟你互动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环境来的，只要你投入进去。我们丹姐三个愿不愿意跟观众互动得好的话，其实他们是很容易就会给到你反应啊，就比较容易有预期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喜剧并没有什么馈献什么不同年代什么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只要放松心情去参与这个事情，无论什么年代，你看那些东西，也觉得很轻松、很好笑，你能放松自己，那是最终的目的。我跟丹姐呢，就是喜欢即兴的演员，喜剧呢就可以让人家在那一瞬间忘记那些烦恼。我很感恩我是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现在所有的思维都是往喜剧的，慢慢锻炼出来呢，就是有今天我们那个临场发挥的机会了。
喺珠江邊啊，喺度慢慢行。嗯，有冇啲感覺到咧？我哋以前喺呢個維多利亞港嗰啲嚇旁邊嗰度喺度傾偈啊，睇住維多利亞港嗰啲感覺。一段時間，而家原來廣州都有個咁靚嘅環境。首先就講翻呢度啦。19年前邊有呢啲咁嘅專利俾人哋嚟個散步呢啲咁嘅徑啊？係。更加冇呢啲廣州塔啊、海心沙公園啊，或者係東塔西塔。但係呢19年嚟咧，真係睇住佢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嗯，變得真係越嚟越靚嘅。譬如啦，而家你話國家咁進步啦，經濟咁好啦，咁其實好多後生仔，係，我覺得佢哋應該咧翻到嚟咧去睇下。其實咧有啲年青朋友啊，其他可能 IT， 哇呢度啲電腦科技又好先進，啱曬你啊！老實講句啊，平台嘅發展咁多啊，係咯，個就業機會又多咗咁多，好多好多新嘅唔同嘅工種，你諗都冇諗過。以前你點會諗到你坐喺度直播帶貨會有錢賺嘅啫？你點會諗過你自己啊？或者我自己好有創意喎，我拍嗰啲嘢掉上平台嗰度就會有人去欣賞。你點會諗到呢啲嘢啫？只要你肯努力，係啦，係啦，只要你自己啊有一個理想。是我覺得好多平台好多空間真的任意發展的是的所以有句說話就講得啱啦，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翻嚟睇睇啊，睇完之後你覺得適唔適應？我就好適應啦，你適唔適應啊？我梗係適應啦，我哋啲朋友都翻咗嚟呢度好習慣㗎，好個老友啊，佢都哎呀好難得約到佢，今晚佢得閒啦，可以同我哋見下。即係你約咗個老友？約咗啦，邊個？你好想知邊個係咪？黐線噶！你約咗我點都知噶啦。我唔話俾你知，你想知道我又唔話俾你知。嗱，但係你跟住我去見下你就覺得好開心。係老友啊嘛。他鄉遇故知。如果佢唔係老友點先？我嗌佢走。跟他们两个很早就认识了，你知道有时候朋友工作的时候就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你想约也很难约得到，所以很难得有机会能够跟朋友相遇，有一种很亲切也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好，真的好多人喎、啊，好熱鬧噶，成唔打喎？你話嗰啲 friend 喎，啊，揾到未啊？揾到未啊？香香有冇朋友啊？啊，有冇朋友、啊？哎呀，真係要熱攬下先。我時低，哎呀，時低時低。我企你隔離，你唔攬我先。哎 ，OK 啦，呢個。哎，我攬下你先。係啦。哎呀，間接攬咗啦。哎，唔攬啦。好啦，坐啦，叫你飲，真係飲嘢。講下你呢排點啊？我啱收工啦 ，TVB 啱拍完一個劇。你幾時上嚟？我三月份翻嚟嘅，翻嚟幾個月噶啦。19年前就上咗嚟啦。呢段時間咧？呢段時間兩年幾冇翻。兩年幾冇翻過啦。我都喺度。喂，但係你兩個有冇合作過㗎？有。我哋有嘅。2000幾年電視電影。哦，係啊。喺環店。走啦，过去哭冷好的。但系嗰阵时，我可以讲拍电视电影系我哋演艺事业嘅比较低谷嘅时候，系嘛？你可以咁讲咩？系咪你低谷？系咪你低谷啊？我记得嗰阵时你做，我记得咧，我好记得有一日同你服装间嗰度咧，你就话你咧打算约满离开 TVB 啦。啊，你记唔记得？我就問過你嘅，我話你使乜走啊？我話其實你喺度幾好發展啊，咁樣。嗰陣時係98年，因為97年我仔出咗世，跳出舒適圈咧，只能夠等個仔冇咁大嘅時候，經濟壓力冇咁大嘅時候，你就好走啦。公司俾你走嗎？
俾應該唔俾嘅。我哋嗰陣時冇乜嘢嘅啫嘛，我哋嗰陣時最巴閉叫做《西遊記》噶啦，已經係。我假假地都係天蓬元帥啊，元帥嚟嘅，好食好住，高床軟枕。我同佢算跑咗好多嘅。都是電視電影定係大電影嗰啲？大電影，大電影。電影明星嚟嘅，我哋好唔好？大聲啲！我唔敢咁大聲。對住個對住個珠江邊講，我哋係電影明星。佢除咗視帝之外，仲係電影明星嚟嘅，好唔好？電影明星係得你兩位啫，真係。你哋啲角色太出彩啦。其實我哋覺得我哋最好彩就係話，觀眾記得你的經典台詞，或者定有啦。我咪話風華絕代、萬人景驚豔的石榴姐咯。經典角色啦，呢個係個風華絕代、萬人驚豔的石榴。係你？你又最你最犀利啦！人生有幾個十年？人生有幾多十年啦？柴狗啊！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日月痛痛快快大歌一場，大歌一場，大歌一場。啊！我就朕今日微服。佢先做皇帝嘅，先做皇帝。不对，朕为服出巡之事，你千万不可以说出去。皇帝嘅专业户系啦，即系人总有一啲经历嘅，人总有啲经历嘅，因为以前有个目标，我赚咗钱之后点样改善我嘅生活，咁而家生活已经受到改善啦，咁你仲有咩目标咧？即系你而家已经你嗰啲火淋熄咗啦。即系我其实我同你都似嘅，拼搏嘅时候，哇有好多满足感嘅吓，搵钱啊，咩咩家庭又开始越嚟越好啊，开心嘅。嗰阵时咪建立喺家庭越嚟越好嘅开心。呢个就系我觉得你话斋嗰样系嗰团火。咪咯，所以生哥，我希望你点翻着你嗰团火咯。遇到有團火的人嚇，真係我哋識唔到嘅。唔好用個啤酒淋熄啲團火。其實我都醉醉地嘅咯喎。唔係啩？其實我們天天拍，真的沒有時間去跟朋友去見面的。我們只是去面對我們的工作，每天可能面對新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一些新的對手，我們沒有去往後看的。雖然不是經常見面。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都二十多年，但是我觉得再见面的感觉也是跟当初见面的一样。是二十多年前呢，我们 TVB 的拍摄的节奏也比较紧，每天就是两组戏，拍到三四点，有时候是五六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在公司睡觉，有时候是三点钟马上六点要开工了，就两个小时你回家也没时间也赶不来，所以你碰到二三十年在 TVB 同事过、工作过的朋友，其实聊天特别开心，而且我们当年真的家人一样的感情。因为大概二十年之前，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工作量不多，但是呢就背负着一个经济的压力。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是同病相怜吧，所以这次大家可以就把当年那些大家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再重新再说回来，我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啊，这就是人生。咁其实我哋成日拍戏啊，我成日拍戏啊，即系我有时即系睇翻转头啊，自己拍戏用咗好多时间，对家人嗰个付出啊，几唔够嘅。我覺得我最開心的日子咧，就係我好記得有一日係中秋節嚟嘅。咁我媽好中意食生果嘅。我就買咗啲好多好靚嘅生果。喺個塞車嘅過程裏邊咧，我一路都係開心嘅。哦，即係我覺得哇，塞緊車我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啊好啊，翻屋企做節啦，又話同阿媽誒話有嘢食到啲好靚嘅生果咁樣。雖然嗰陣時我唔係最有錢嚇，但係我係我的家人是最齊齊整整的。我想買啲嘢俾我屋企人的時候，我能力做得到，係啦，做得到，即係係啦，又有時間，嗰陣時又唔係咁忙碌。咁我覺得嗰個時間反而係我最開心，我反而覺得係我最光輝嘅日子咯。其實你可以花錢去吃到山珍海味，但是有些東西是不是錢可以把它買回來的？所以我就很多时候去劝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朋友，我就说可以回家多见见老人家，多陪一陪吧。哎，三位老师，你好，要不要点一首歌助一下兴？没有，你唱不如我们唱。好啊，好，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今日老友聚头啊，就。
倒不如就唱翻只朋友。唱翻只朋友啊！我哋你搞咗啦，我搞咗啊！知我年纪大唔记得歌词啊？好。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我觉得吃饭是感觉很重要，你跟你最亲切的朋友去吃饭，你就觉得很舒服，那种氛围特别好。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恨，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依信守创。呢个咩啊？你唔觉得好唱出我哋其实我哋真系捱好多年嘅心声嘅咩？系啊，好感触啊！捱出嚟真系好唔容易。系，但系都好啊！我哋总算捱到有结果啊！系系其实呢个唔系一个伤心嘅眼泪，你一个开心嘅眼泪，开心眼泪，即系我哋能够做自己相信嘅嘢。系，我哋能够做到好多谢观众一喜欢啦、认同啦，我觉得。好感恩嘅，好感性。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会弃了理想。对我来说啊，没有事情发生，这是最好的事情。他们。把我带到回去，就很多感觉突然间回来了，就把从前那个日子不是很有钱，但是努力工作 OK 有个目标，你会知道你过节你回家看见所有人都在，就是 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回到从前，就什么事情没有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就很有感触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圈，也经过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变，我们大家的本性没有变，初心也没有变，这个很难得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最低谷的时候认识，所以一说到那个时候是大家肯定会感同身受的，但是现在我们回看人生，我觉得就是甜酸苦。华绝代骂人，竟然嘅石榴，系你？我打你噶！边个袭警？咩啊？计死啊！哎，你系养掂你自己先啦，傻仔。听日睇报纸啊！
咁我聽日走咗啦。嗯。咁啊，翻嚟聯絡下啦。係咯。啊。反正我方便啫。係咯。有時間咪食下飯咯。係咯。我去北京同你食飯都得噶。哦。企好啲啦，點麻啫？咁我點企都係咁嘅樣噶啦，唔通畫出嚟變咗劉德華咁樣啦？嗯，玩得幾好啊？係喎，你識唔識我哋啊？唔識，睇下睇報紙啦。拜拜，走啦，保重啊。嗯。做咩啊？你去边啊？翻工咯。唔翻工得唔得啊？唔翻工你养我啊？拜拜。拜拜。喂，又点啊？我养你啊。下次屋企食饭再讲啦，笨蛋。